有异象。这怎么办？来福，你照顾好这里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汪家今天发丧了。是啊，今天汪家的二小姐发丧了。这汪家没了女儿，这日子不好过呀。听说汪太太都跳了湖了。嗯、这子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真是要了我们父母的命啊！把朱主事给我叫来。朱主事今天没来啊？奇怪了，平时他不是最早到的吗？你怎么了？
你怎么不进去？我还是别进去了。很可惜，什么都没发现，让他们跑了。你别想那么多，你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可儿的丧事办完以后，我准备去一趟上海。去上海？我去接一位我的法国同学，希望能帮我做实验。